今天下厨去就是爱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舅老师。平常小朋友呢非常喜欢吃凤梨虾球，但是今天我要来颠覆大家的一个想法，我们用奇异果来入菜，做一个奇异虾球，让这个虾球吃起来的口感是更清爽，而且一样同样是非常漂亮的一道菜，可以吸引小朋友的目光。我们就来看看这套菜该怎么做吧。本节目将推出美食材料组合，欢迎来电洽询或可至官网和粉丝团。